姐，你都猜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，这都半个小时了，我都没放好。你看啊，这个呀叫四色走位棋，你需要通过这种移动的一个方式，然后把所有相同的颜色给它放到一起就可以。啊，原来是这样放的，你试试看。试试哦。那第一列就放黄色吧，最后一个是黄色，你把黄色都移过来吧。啊，那我知道了，先把蓝色移走。哎，这个黄色就过来了，还有个黄色呢。再把这个移，你移到这，它肯定过不去了。你绿色肯定往右边放呀。你看，你绿色往右边放，你这样子黄色就过来了。对了对了对了。啊，好，现在你第二个就把它变成红色吧，因为最下面那个红色比较好弄。蓝色移到左边去，你都放到一边上堵住了，你这个红色都在这儿了呀。你看，来，我这个就很考验你的逻辑推理能力。你看，把这个蓝色给它移到这儿来，然后红色这个过去了，首先还有一个红色在最下面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个蓝色给它移走，这个蓝色呢也给它移走，这个红色是不是就过来了？这个时候你把蓝色呢给它移下来，这个蓝色也给它移下来，然后别急，这个绿色放到这儿，这个蓝色放在这个绿色再放上，是不是就移好了？你的脑子，我本来这还有这么多的关卡都让你玩呢，你连第一关都过不去，你过不去就怎么弄？你老是捣乱，我你这个人。行，我给你打乱，你再来一次，能拼出来我再给你玩。